可以这样拍拍好啊啊，视频啊。嗯。哎，行吗？给你。快到了。我头些日子刚跑了趟那个，就我下来的时候，连去了趟那哪儿，那个扶贫那个，不是什么扶贫，那个华阳的那个。啊。华阳那个比您那个远。这个爬那个树上，现在树上待了十几分钟。哎呦，那你这。然后我赶紧跑回去把相机拿过来，然后拍了几张。拍了，问题动作好的地方，你要站那个角度去，就站那个角度头往的，这边也挡住了。爬到这儿，你要站那个角度去拍这个，拍在树上的。不是，爬到这个树上的。哦，哎呦，那个太漂亮了。近的，哎。那可太漂亮了。哎，我说我原来拍了，人家拍了猴子拿了一片树叶，把一个眼睛这样挡遮着。嗯。你看没有？拍的特别好。还有猴子在雪地打架。那个凶猛的很，两个大狗打的就这样，站起来就这样，牙也咬住了，哎呀，太精彩了。以前啊，这个地方人为啥这儿都没有这个墙，整个都没有这一道墙，只有这个房子。啊，这个中间这个玻璃啥都没有，在前面啥都没有，你站这儿一下就拍出跟野外一样的，随便拍一张。嗯，哎，最早你来过是吧？你看见的是吧？最早就没拍在华阳那个，嗯，应该是这个。那边就两只，我就看了一只。两只？对，那边有两只熊吗？多的两只吗？对。你年龄大了，这个熊吗？以前在这儿养的，中暑了。哦，原来华阳那是在这儿的，看看。对对，最后他俩要把它弄过去。中暑了，中了，中了一点，三个月。那是真的，我遇见的就是这种事。甩一道子，海洋拍打啊！我遇见的时候，不知道啊，因为河昨天的话就拉不进去了。对，我这拔出来还挺好的。那个熊猫是唯一幸免的，嗯，躲过一劫。第二次的棺材，我估计活不到现在。刚好犬瘟热的时候，它没在。你说什么？犬瘟热吧，那一年。哦。就上次就是闹那什么时候他没在啊，他在的话也有可能就不在了。当时在这儿那三只都在这儿嘛，两只都死了嘛。那个熊有一个熊猫死的可惜的很，你像那个大宝好看的很，那个熊猫长得特别好看。而且他的眼神看到特别好，那个熊猫的眼神。哎，我这儿还拍了一张大宝的特写，好看的很。我直接跑到那个人家邮件里面了。对对。那家那个赶紧给他保护区长，那以后赶紧过去给救护。那可不嘛。我去过，我们去看了几次，是吧？那个牛在这个地方待了三个月了，一直从年前待到年后，啊、然后我一直去看那个牛，它就不走。啊。就它这个东西啊，就国家现在这方面还我觉得做的还是挺好的。东北虎你知道吧？嗯，他们那会儿在长白山那个，那虎下来了，把那老百姓那个家里那个牲畜什么乱七八糟祸害的一塌糊涂，国家给补。就是你死一只，牛多少钱？你死一吃了一羊多少钱？给你祸害多少，我都给你补。所以这么的，老百姓谁也不弄那个。对，你原来我操下家子，对不对？这儿不补啊？这儿不补？不是，这些东西都是靠你们。说你该申请该什么，这个都是应该的，真的，这咱们有什么说什么。你看这个多好的，都靠着给你们弄一带，弄几个弄一墙，你说你怎么了？这个你还能怎么拆？我等于用自然去拆卸，又等于这四百头再往上面，等于六百头了。你要这儿拿一八百头就抓那局部。
你们这个我一直就没弄明白这事儿，就那哪儿天津金丝猴那儿也是，他有一专门的负责收票的公司，就是这个搞旅游的，这个香格里拉集团的那个，就是这个那哪儿啊，那些人呢就像您似的，就是等于工作人员似的，完了这里头管这个这护林员啊什么乱七八糟，就是这个就是追这个保区，哎，和他又没关系。你实际上应该是两个搁在一起统一管理、统一保护、统一的这个收费，你收费完收完这钱去投到这个保护里，这才是一个良性的。你那这边是这个，那边是那个。现在咱们能用十个人去管理两个，是吧？去精简了，精简了。原来人就咱们去一个别墅，别墅去，或者是那个那些东西。那倒是跟那一局商量。那东西啊，到时候该一手遮天，该遮的该遮了。要不跟你一局，别这就省上了，你知道吧？所以这些东西呢，因为这些东西。熊猫就在这儿看是吧？那不，就那，就那只。动一下，你动一下呗。啊，那不动着呢吗？啊，动着了，动着了。啊，就这些。那是他没看见。看见睡着了，看见。啊，他有时候会穿的像这个。哎，你这个是好几只，多重曝光，多重曝光。啊，你有机会，你有机会。熊猫来了吗？没有，我没用，没拍过这个。你要离得近，你拍一个大景，或者一个局部的，就是这个特写的，完了你把镜头呢挪开，你再弄一个远景，就等于这儿一个大景，是吗？投在这儿，对，还不是就动态比较那什么，那边呢又有一个环境。光了，小心脚底下。我说这玩意儿。啊。跟相机。